武器只有广阔山谷平原的偏远贫困村庄，近年来竟成为中印新一波政治焦点。随着中国扩大军事范围，中共把四个在中国印度争议边境上的地点占为己有大肆扩建军民两用村庄，同时建设军用设施。 中共将这些征用的边境村庄统一称为小康村，居民大部分都来自西藏，为了配合政府所谓的改善生活计划，实则是擅自占据边境土地，远从西藏家乡被带来这里居住。 由于印度认为该地是不可分割的领土，而中国则声称该地区是藏南的一部分，因此政府大力安抚西藏人，让他们好好住在小康村，增加中国画地为王的正当性。又是出钱修建房屋，又是由主席亲自和人民会面。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出，光是2018年到2022年间，中国就在荒凉不适合居住的喜马拉雅山边，在与印度存有激烈争议的边境沿线上建了624个小康村，如今仍不间断。 China is attempting to rewrite an ambiguous border. Scope of the Chinese activity is also quite remarkable. It appears that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continue spreading it further east and maybe a little south. 有专家警告，这些定居点可能会遭秘密军队袭击，一个个小康村俨然成了一颗颗未爆弹，随时等着爆发。三新闻有这么报道。